问到的。所以为什么叫开心就好？可是听起来那么悲，其实是这样。唱歌是我的理想，当然很多有现实上的阻碍，大家也一样，很多梦想的事情，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，都有现实去告诉你，事情没那么甜美。可该怎么做，就是自己去靠自己的智慧，这样。当然，我唱歌的时候也碰到这种，可能可是我唱歌的时间不会很多，很长。我是看到很多朋友，为了自己的理想，一直在挣扎。所以我写这首歌，告诉自己，然后也告诉，不是说告诉我，没那么伟大，就是朋友能够听到的话，你可以想想看自己的理想在哪里，这过程是很美丽的，记得吗？记得当初伟大的理想，是否让这现实退缩的勇气，嘈杂的世界复杂记得吗？
快没体力了。Yeah.